杨哥，杨哥，啊！这人都去哪儿了都？哎哎，你是新来的吧？不是啊，里边人呢。 不清楚，我也是来找人办事儿的。哦，你找人办事儿？啊，忙你的。杨队，杨队。 来，三队，要不上来接着。走吧，杨哥，杨哥，我说好了，数六七。杨哥，哟，瞧瞧，谁来了？这不大嘴吗？不是，来了，这不是大嘴吗？这家伙真行，挺不错呀。两年不见，现在人模狗样的了。对呀，孙杰啊，你说话这措辞怎么还是这么粗鄙不堪啊？ 我跟你讲，你这样的要是到了大城市，那是很容易吃亏的哦。大嘴，大嘴，那是人嘛，总是要不断的追求一点进步。行了，大嘴啊，装差不多得了。混得有出息了，回来是件好事啊。可怎么就空着手回来呀？就是，喝点干两椰子回来呀。我怎么能忘了大家伙呢？我大嘴是那样人吗？ 是那样人吗？那是没错，我今天来，我就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发财的。哟，干啥大买卖呀？是吧？是这样的啊，这回呢，我回临江，开了一个饲料加工厂，一切都准备妥当，马上就要投入生产了。这不，厂子里需要一些人手，我就想了，这肥水不能流外人田呢。